那时我听到他们要招考演员呐、啊，我们那时电视没有娱乐节目，四十年前哦，每个人都是听力都不深的，我就是很幸运哦。我都没有演过戏，我啥啥都不懂，为什么会入选？我演老生多数演好人，若演小生多数是演坏人的，演花花公子啦，或者是演那个戆脚，我最喜欢演戆脚，戆脚很容易演的。臭头鸡啊，我不多要了，我要吃物件啦。还有一部济公闹相府，济公闹相，哎呀，这部戏我演得很辛苦啊，因为他的台词都是文言文的，没有，我改成福建话，而且他戏很重。电黑秀，你按你讲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岂有此理！我以前赌生命最难忘的就是演那个变性人，我演那个妈咪，妈咪叫萝莉，你记得好，我凤凯什么？安平哥啊，你免惊啊，我妈咪在，现在臭大包啊，唔敢欺负你，你放心哈。我叫萝莉，罗马的罗，美丽的丽，因为我很美丽，每个人叫我萝莉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不要看清那些什么舞女、八女啊、酒吧女人啊，他们也是很辛苦的。你叫他们去做清洁工，去收碗盘呢，赚的钱都不够。其实很多人误解，以为说去做清洁工、收碗盘很辛苦，错了。我做过清洁工，很辛苦嘞。那是我们播到1982年的12月31号，因为83年开始1月1号全部没有方言的故事了啊。我一走进去，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，心很酸。那天是录最后一场，录完那个就没有得赚了。每个人都是没有哭啦，不，每个都是也，我看得出，我本身就有眼睛红红了，很不舍得，因为我在那边差不多20年哦，有感情吗？我的人很重感情的，所以是看到这个，我也是很怕看到啊。他后面没有跟我拿回去。留在这边害到我看到心很酸。那最后一天我听到12点呢，他们那些广播员合唱哦，朋友啦什么什么啦，一个个子都是很伤心这样的，没有说大哭这么惨啦，忍住啦，人就是这样。连好心传奇神话故事，《西游记》。黑岩山。李叔兄，你安怎愈行愈慢呢？我已经行到规身大汗了，你阁嫌慢啦？哦，人大叔兄已经行到看不到人影了，真喘啦！咱还阁伫后面跟袂着。咱在创什么？伊是开路先锋，咱是御前护卫，这职无常啊，唔免跟伊行的。唉，不讲天时正落。我想要行去，也无办法啦。好、哦，你大概是想过要休困啦吼。师傅若是肯停落来休困，那是第一好的。哦，真喘。师傅，什么代志呢？二叔兄讲天时热、想要休困一下才寒咯。哦，唔知师傅的意思怎样？天时确实真热，休困一下也好啊。哦，安尼，请师傅落尾休困一下。好，你若坐下来休困一下，师傅啊，你安怎唔行嘞？啊，
安怎嘞？啊，安怎唔行嘞？你唔是讲天时热，要休困一下才赶路咯？啊，我呵呵师傅啊，我讲是安尼讲，其实唔休困也未要紧啦，不要紧，袂喘啦。为师都已经落背啦，也阁是休困一下才行。啊，安尼好，休困一下。哇，难得有通坐落来休困一下，唔知偌轻松的，哎呀！李叔兄，人讲讲话变本钱，啊，真是有影。师弟，你是在讲什么呀？啊，那拄仔在讲天时热，要休困一下才寒咯。等个师傅落尾要休困，你才讲无休困也袂要紧。啊，这是讲要继续赶路的意思啊。哎呀，师弟啊，啊讲是安尼讲吗？啊，其实有通休困一下，唔知偌好咧，安怎嘛？想要休困，就免阁客气啦。啊，熟识人何必惊生分累咧？哦，啊对咯，啊虽然是熟识人。有时阵也着假细里淡薄嘛，你也袂晓诶。啊，你毋是真虚伪哈？毋是虚伪，是客气，客气，别晓。哦，原来安尼是客气啊。嗯，对对对，我阁毋知影。唉，其实天时这么热，咱也免拼命赶路啦。师傅啊，你讲是无？哈？是啊。为师啊，感觉天时愈来愈热，实在无办法继续赶路。来来来，师傅啊，你看，烟白龙马的鼻孔会喷出两道白烟，由此可见啊，伊是热到挡袂掉咯。嗯，有看到无？师傅，这阵算来应该是秋天，热遮热，日头无遐炎遮叫啊。嗯，安怎天时会遮热呢？就是啦。所谓秋高气爽，按照秋天反倒当热起来的。不是啊，为师实在想不通。哦，哎、总无这个天时较特别哈。嗯，无这款代志的，照为师看来，可能有什么原因。哦，师傅啊，我知影了。哦，你知影什么呀、啊？我知影这天时热的原因。哦。是什么原因啊？嗯，咱大概是来到日落的所在啊。哦，八戒，什么日落的所在？日落的所在啊，叫做天的尽头。什么啊？咱已经行到天的尽头。嗯，按你讲，不是无路通行啦。哦，师傅，你莫听李叔遐乱猪讲，我真不相信这。